那么好，我们接着来聊乌克兰的事儿。我们接着来聊谣言。我们先说一说谣言在什么地方比较多呢？谣言就是在信息闭塞、信息流动不畅的地方它比较多。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吧，某些团体、某些机构啊，它刻意的要屏蔽一些他们认为所谓的不良信息，而但是那些信息呢，它也要去走自己的通道，也要找出路去出去。这样呢，就出现了一部分民间的声音跟一部分官方的声音不一致的情况。这样呢，就官方就说那部分民间的声音那是谣言，但是呢，很多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啊，就是很多很多的谣言后来成了事实。于是呢，在网络上就有了这么一句话：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。那么这句话放在乌克兰身上是不是合适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首先呢，乌克兰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。他官方不管控舆论，你怎么说都行。你骂泽伦斯基泽也，祖宗三代十八代，你骂没人管你。你就说他这个总统，他的那个班子里头，你说他腐败，说他寡头，你怎么说都行，没人去管你。你说他哪个地方，就说是你哪怕是他没有这回事，你编着编排着说他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乌克兰人骂他们的国家总统，骂他们的省长市长。天天都骂，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会被抓起来的。这是乌克兰国内，就是整个乌克兰对国际社会的开放态度来说，那欧洲、欧盟为什么能成功，就是一个互信嘛。互信在什么基础上？就是开放的基础上嘛。你说你要把着自己那摊，你还想跟别人一起搞市场，叫什么呢？国际组织那是不可能的。乌克兰为什么要削尖了脑袋往欧盟里头钻呢？它也就是为了一种开放，为了。走正路，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什么谣言？你说在欧洲就没有，在英国几乎是没有，在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几乎都没有，因为媒体是开放的嘛，想说什么你说什么，你哪怕是造谣，你比方说那个法国那个记者，他根本就是在布查惨案期间，在3月份，他根本就没去过那个乌克兰。他说他亲眼看见乌克兰军人把乌克兰老百姓杀了，然后布置市场。他说他亲眼看见乌克兰那个杀战俘等等等等吧。其实他人都不在那，即使这个人啊，他造这么多的谣言，这么严重的谣言，那法国政府也没把他给逮起来。法国一些媒体就是，当然有些倾向的媒体也照样就是让他发声，报纸上、网站上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。都在说他，关于这个布查惨案，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？就这个法国人他不是造谣吗？昨天在我的就是说到俄罗斯人造谣给乌克兰人造谣，说是乌克兰的北顿内斯克后路被断了，就整个卢甘斯克，整个那个州那一片战区的司令啊就出来说是我们的后路很畅通，我今天1点钟的时候还派人来往了一下，没啥事。有时候他会发射一两，就是他指的是俄罗斯。会打几炮，但是也打不准，打不到那个路上去。他们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在路上布置任何的阵地，部队根本没进来，人家后勤是非常非常畅通的。后来我又提到了什么布查呀，有人就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留言，还居然说到什么俄罗斯从基辅周边撤兵是因为在土耳其的斡旋下，乌克兰跟俄罗斯达成了协议，还发表了联合公报。我幸亏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着，就战争一开始，我每天都在关注着，双方达成了协议，你是不是在梦里头做着做梦呢？昨天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还说，俄罗斯跟乌克兰达成协议的前提就是俄罗斯完全战败，那时候才能达成协议。再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，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的，就是在俄罗斯取得优势的情况下，即使是你委曲求全达成了协议，那也是一张废纸。那几年前的，那个布达佩斯协议达成了呀，怎么样？说撕不就撕掉了吗？那算个啥？那连擦屁股纸都不是。所以呢，是俄罗斯人是最不讲信义的，一群人，可以说一群人一点也不过分。另外，那个人今天早上我又看他又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跟我一起这么。互怼嘛，他说是什么这个建交公报了，这是土耳其都发了这个消息了，我可是懂土耳其语的，我前面给朋友们说那个就是法国人造谣的，
不是有一个国际组织叫 Stop Fake 吗？那个组织就是在土耳其，就是土耳其人，就是土耳其人他们做的那些公益行为，就是跑到乌克兰去调查，跑到波兰去调查，到处打电话问人，那都是在土耳其人领导之下做的。你说，你说土耳其，哎，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，就是，哎，还是这个造谣，还是在就是信息闭塞的地方，你是有市场的，在信息开放的，信息流通畅通无阻的地方，你那个谣言啊。就是一个笑话，哦，就是自己公信力是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啊。今天我又看了一个新闻，就是欧洲有一个 Eurojust，就是欧洲的那个司法组织，在乌克兰的各方面的调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怎么说呢？战争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，还有种族主义，种族灭绝罪行。这些呢，人家是证据都收集到了一个阶段，现在正在继续收集。以后，就犯罪的这些人，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呀，或者天上的卫星啊，无人机啊，都照得清清楚楚的。哪一个人，他家里什么人，在哪住着，姓甚名谁，哪年哪月生的，现在在什么地方，都清清楚楚，人家都掌握得非常非常清楚，都会就是你原来做过的什么，就是这个案子都会破的，就是不是那么难的。因为大家都盯着乌克兰那一块，每一寸土地，人家都盯着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，谢谢朋友们，再见，拜拜。